一次嚟呢度啦，咁就覺得好新奇啦，因為好少機會會見到咁多花燈。佢哋全部自己整嘅應該係咁樣，有啲特色嘅，每一個花，每一條盞燈啊，所以幾吸引到大家嚟睇嘅。往年冇咁多嘅。係啊，今年多咗呢個花燈節同埋個疫情，就令到好多居即係遊客冇地方去，咪嚟咗呢度罩咯。我嘅中秋節願望咧就係、是世界和平啦，同埋個個身體健康。中秋嘅願望咧，我希望咧大家都身體健康，疫情快啲走，我哋可以再喺社會嗰度咧重新再投入。